现在感觉好多了。哎呀，看第二篇，枣红麻呀，你是我一生的敌人呐。拥啥啊？真，你拥啥？妈呀，不是你咋的了是啊？来，你说呀，哎，我跟莲莲玩的正嗨呢，我都和谈了，啤酒果盘全上了，挺好的吗？啊。他家丁底就跟连连的枣红马叮当这个就干起来了，你说拥啥呀？啊，老师你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啊。你说我跟连连这搂着，火娃话筒唱的，朋友一生一起走，连连夸差一刀，告诉我你先走吧。哎呀，他以为我摆鸿门宴呢，拥我啥？我告诉你啊，那枣红马是我一生的敌人。对，对上了。站着，站着，哎，报，将军，敛军的大军又杀上来了。马来没？来了，还骂你呢。骂我啥？骂你是头驴。啊啊！哎呀哎呀哎！快，哎，给他拴上，给他拴上。激动，别激动，拴上，不冷吗？拴上，行，激动。啊，拴住他啊！我去去就回来。哎，拴住他啊，咱大家全都安全了啊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啥呀？傻呀？撒什么傻？用啥？你不知道。我多少知道点儿。你看过了？我就看了第一章。后边的我跟你说。嗯。我吧，生在一个小山村。嗯。祖祖辈辈以拉磨为生。这不挺好的吗？我母亲非常的要强，为了光宗耀祖，把我送进了马的学校。贵族学校学费贵呀。我年年考第一，年年考第一，可他们还是瞧不起我。我一气之下，我弃马校而去，重新做回了驴。有志气。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啊，我心爱的小母驴儿出现了。搞对象呢？我们俩恩恩爱爱，欢欢笑笑。比翼双飞，驴踩驴嘛，这不挺好的，好好过呗。就在我们俩爱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就长脸那匹枣红马中间夸嚓就插一杠子，把我那头小母驴给敲走了。哥，你生不生气？生不生气？是挺生气。我听完你这段故事之后吧，我这心里呀，就像吃了山楂一样。为啥呀？不得劲儿。原来你是一只这么励志的驴呀、啊，欧巴，谁呀？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小母驴，眼光不错呀。阿咪，欧巴，阿咪，哦，阿，说啥来了呢？一句听不懂啊。你干啥来了？以前的事儿是我对不起你。哎呀，都过去了，我没放在心上。枣红马给你打了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这怎么没用的？说把他削了，都骗你的。你把谁给打了？妈呀！这怎么又上来一个呢？呀，看见我家还抓过去了，见我连声都不敢吱。吱声。过来，来，过来。我告诉你，这辈子你都当不了马，注定你就是头驴。触碰你底线了。我真怀疑啊，你之前怎么能喜欢他呢？你瞅那孙秋。给我回家，三天不给你吃草。这是软暴力啊。走啊。走啊。祝你们幸福。走啊。走啊。走啊。笨蛋。哦，就是笨蛋。那些年错的下雨，那些年笨蛋才会爱上你。笨蛋，你什么都不懂。哦，就是什么都不懂，才会爱你那么久。
对他。那大弟哥子，我能打过他吗？我不敢呐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一只灵？